向街主要练习我们的热身运动，跟我一起踏步抬起，感受我们的身体。好，将手肘架起，小臂向外，准备。我们向前四次走步，向后回时收拳向前推，非常棒。再来一次，向后推，准备跳跃向前，保持我们的脚踝收紧，向后。再一次，加油，收紧我们的核心，肩部夹住。新动作，向侧四步，中间并脚。好，我们准备在中间并脚时加上交替的手画圈，再做两次，连贯前面的动作，向前跳跃，向后推，推手，推手两次，侧步走，感受我们的身体。圈的同时跳高一点，新动作向侧边点地，双手叉腰，重心始终放在中间，我们加上手臂交叉，向前跳跃的同时定住 hold 住，走步向回，再来一次，四次。跳跃两次收回，不许走喽，加油，坚持住，连在一起，向前两次，后退侧臂步，抬腿离开，可以吗？两次点跳，再来一次 ，Go！ 向后，侧边，交叉腿，后住，嘿，再来一次，向前点跳，侧边，跳高一点，交叉腿，坚持，不要停。身体向侧，打开肩部关节，侧点地，再后一遍，坚持，再一遍 ，Go！ 住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小节主要练习我们跳跃的动作，我们先做一次手臂的练习，向上打开，抱住头部，腹部向下。好，我们转换身体的重心，向侧两边去感受我们重心的移动。再一次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准备新动作，向侧四次开腿跳，向前点跳四次，换另一侧，保持我们脚踝的弹动。好，现在向两侧加上手柄，再一次手臂向外，伸直打开，再跑一遍，新动作向两侧抬，交叉手臂，让小腿踢到我们臀部，感受身体的重心向下蹲。新动作，我们向侧点地，原地点，加上之前的手臂动作，上、侧、腹部向下。再后一次，好，两个动作加在一起，向后踢腿 ，Go！
原地点跳，保持我们脚踝的弹动，非常棒。向下，改变身体方向，我们向前，原地点地动作，两只腿交替向后退，上左边新动作，向下深蹲，注意我们的掌心开合，大腿内侧下。保持住，加快速度 ，Go！ 坚持住，将我们的核心收紧。好，把这个动作连贯的跳跃起，两次，开合蹲。改变，开合，坚持住，加油，开合，打开，向两侧，脚下不要停下来，坚持住。好，我们大连贯在一起，向侧打开。右边，向侧，感受我们的臀部前进，侧步，手臂点刺向上，加油，坚持，再后一遍 ，Go， 向下。侧蹲，交叉前进，不要忘记哦，点定向上，保持我们身体的弹动，向后行，再后一次，让我们感受身体结束向上。首先，我们向回勾起脚背。俯身慢慢向前，这个动作有效拉伸腿部，手臂从身体两侧落下，加上背部的延长脊柱，呼吸吐气，换向另一侧，让花生球在脚踝的正下方，通过身体的自重向下，感受大腿后侧的放松，慢慢收起背部。好，接下来双手支撑地面，单腿踩在地面上，做两次前后滚动加胸椎旋转抱膝的动作，让球充分的缓解小腿肌肉的紧张，改善胸椎灵活的角度。换向另一侧，同样用身体的重量让小腿得到放松，尽力向远处拉长手臂，保持均匀的呼吸。继续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将球从腿部的下方放到侧面，调整好身体的姿势，准备上下的两次，下上下上，打开手臂向上，去感受这个部位髂筋束的筋膜滚动放松，保持呼吸吐气，身体收紧。好，这个姿势落手时，我们改变方向，正面趴在垫上，让大腿前侧滚动两次，抬起小腿，感受我们的肌痛点，保持住，抬起，呼吸吐气，温柔的滚动。再做一次，屈腿向上，前后
前，好，保持呼吸。接下来我们跪在垫子上，手背立起，向前滚动，放松我们的手臂，同时另一只手穿过胸腔，让背部保持静态的放松，收起，换向另一侧，手臂向前穿过去，感受背部的放松。接下来我们将球放在大腿的后侧，做前后的两次滚动，两次做完后，我们记得做一次向侧的转髋，放松我们的臀部，向侧，交换腿部，滚动时放松紧张的腘绳肌，继续转动一次，身体收紧，大腿的后侧。好，现在将球放在腿部的外侧，调整好姿势，更好的控制身体，向侧，上下，下，上，转动我们的胸椎，延长身体。另一侧更好的熟悉这个动作，坚持做完。好，我们准备还有最后一次，打开，改变身体的方向，趴在地面上，大腿前侧的放松，坚持做完，屈膝抬起。感受股四头肌不停地有酸胀刺痛感，这说明你的肌肉是需要拉伸的，让腿部更加的有感觉。屈膝时加油，记得温柔的滚动。最后我们再做一个向回收起的坐姿，颈后施加压力，放松颈部的肌肉。希望我们。